我好累啊。其实我现在腰酸痹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现在已经转到我们抓刺组了。小鬼带给别人很温暖的感觉，又很认真，很有责任心，又愿意付出很多行动照顾大家，很愿意照顾人，特别可爱。哎，我想躺着弄，可以吗？你躺着弄，你试试看呢。又比较舒服，我头给你，真的会比较舒服。我主要是这个肚子这样胃窝在这儿太难受。我试试看，然后我告诉你可不可以尝试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但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漂亮啊，从这边这样看你们。哎呀，你那样看也根本不舒服。太夸张了吧！他说坐着弄那个刺实在是太累了，然后就这样侧卧，类似美人鱼的姿势，然后在那边弄。我说宋佳，我就不相信躺这个姿势会有多轻松，他只是幻想自己躺着好像很舒服，可是那根本就是更累。哎呦啊，我想到我还要喷漆耶，他那个喷漆的那个罐罐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哎，打电话问他。Hello, it's a flower shop. Where is the spray? Cause we just got the flowers. Oh, it's in the box. Yes, I will check right now. Thank you. Bye. 他说在那个箱子里。真的没有哎，我要再打电话问他。你说这个是不是？对啊，但我觉得应该没有。哦，看到了。耶，吓死我了，太好了，棒棒的。我可以帮你喷。那你要不要试喷看看？很远啊，远一点，远一点。他说要远，他要远，对，他要很远。他说起码要这样，对。